李治廷凭着电视剧《武媚娘传奇》《唐高宗一角》大受好评，人气跟着急升。后来在综艺节目《花样姐姐》中，因为长相好、身材好与英文好，被网友封为三好暖男。这样的三好暖男，除了在戏剧作品为人熟之外，他在音乐上的才华更是不容小觑。今天19号，李治廷上传一段弹琴片段，认真的模样迷倒粉丝。